讲翻佢哋嘅悲惨局面，而家情况开始变得明朗啦。因为米奇会拎只牛去卖，呢个谂法为饥饿嘅农民带嚟一丝希望。就连唐老鸭都好翻，原本乜嘢都冇嘅餐碟重新装满食物。喂，睇下番茄加上火嘅鹅先吓，番茄堆起高到似天王。我食晒所有美味嘅食物，直至塞满饱肚。番茄加上火嘅鹅先吓，番茄堆起高到似天王。好多淀粉汁同菜，美味朱古力甜豆，系豆啊！咁系咩意思啊？系啊，各位，我卖咗只牛换咗啲魔豆翻嚟啊！唐老豆，呢粒唔系普通嘅豆啊，佢系一粒魔豆。如果你喺月圆之夜种植呢啲豆，知唔知会点呢？冇啊，唐老豆。